面膜对我来说，它象征着皮肤。然后我在整个系列里面是探讨，像时间、青春、岁月累积的一个变化。所以我用了数百张的面膜，层层的去染色，还有做堆叠，就像是皮肤随着时间、青春、岁月的一个变化。利用像花瓣的一个象征隐喻，然后利用渐层的手法，层层的去色彩上的转变，从最浅可能比较平坦，到一直花瓣开始慢慢的卷起，颜色越来越深的一个渐层的手法，来表现一个时间的变化和累积。在色彩选择上是选择比较粉色或鲜艳的颜色，因为整体上是想表现一种像是正值青春时期绽放的一个花朵。面膜腔脂的部分，我其实是想表现一种外柔内刚的一种精神。在里面我其实是做的表情是都是捏成微笑的一个表情，还有我把腔脂刻意的放在透明的化妆箱里面，其实是想说带着微笑的脸孔其实才是最佳的武器。